在走跑，这是最快再度挑战权威呀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裴凯。在桃园一千万出头的价格里，你想住透天还是大楼呢？今天就由裴凯带你当个聪明的数学家。桃园蛋黄区中立新案已站稳四字头，区域房价上看1500万。就连以往相对蛋白区的杨梅、过岭新案开价也来到了三字头，传统三房坪数加上一个车位，总价破千万只是基本行情。一般家庭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和越来越小的居住空间，只能望屋兴叹。许多民众因为高房价的关系，不得不往更外围的地区发展。近期由年轻人带动一股区域性轻移民的购物风潮，用通勤时间来换生活空间，居住品质不妥协。为落实真正的居住正义，宝泰建设在新屋区推出全新的别墅车库建案数学家，和大楼一样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三代齐聚的双车库别墅，生活不必委屈，让宝泰建设数学家帮你实现成家的梦想。数学家对外的交通非常方便，有台31、台66、台61和国道1号，可以有多种选择，车程都在15分钟内可以到达。不仅如此，新屋也能十分快速串起周边市区哦。例如到过岭只要15分钟，去中立、青埔大约20到25分钟而已。除了交通优势外，新屋市区生活机能也是相当的便利，像是保雅、全联、肯德基、医院、区公所，应有尽有，只需要5分钟而已哦。更棒的是，学校就在社区隔壁哦，小朋友走路就可以到我们学区社子国小，5分钟可以达新屋国高中，这样家长就不用为了小孩的接送来烦恼咯。宝泰建设深耕桃园房市多年，秉持着专注执着、稳健经营与严谨的施工品质，打造出高贵但价格不贵的住宅建案。宝泰数学家规划63户、2200平别墅大社区，设计私房，而且前院可以并排双车位，16米的大洞距采光和良好通风，更提供5年防水保固以及少见的别墅社区物业服务，还赠送2年的管理费用哦。当市区取得土地越来越贵，许多建商购地计划改往新屋发展，以同等价格可以购买高坪校和零公社的社区别墅。因应各种人事、税务、地价和建筑成本，1288万已经是透天的地板价，而且建案现在还推出1188万的广告户哟。看到这边，你应该很心动了吧？还不赶快预约暗场看房？今天我们节目就为你介绍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